DS-743HX 系列双重密封多功能叠阀。DS-743HX 系列双重密封多功能水力叠阀是一种专为泵站、电站控制系统设计的新型自动控制多功能阀门。该阀在消化吸收了微阻缓臂指挥阀、液控叠阀、多功能水泵控制阀的基础上，采用当前流体力学和管道阀门控制的新概念，利用阀门的输送介质驱动与水泵自动连接形成电液联动和液压控制原理研究而成。它具有截止、指挥、水泵控制阀等一阀带多阀功能，并能通过快关和缓臂动作来消除水锤危害。缓开起泵，进口压力要达到预定值后开启阀瓣，可减小起泵电流，确保电机和电控系统安全，延长了电机的使用寿命。采用国内外首创的软硬双重密封叠阀结构，密封腹摩擦力矩极小，斜置偏心结构密封腹缩短了关闭行程，实现了密封腹瞬时离合，并且具有防泥沙和压力自动补偿的功能。该阀由于体积小、重量轻，特别适用于大口径管路系统。该阀主要用于自动化及排水泵站的离心泵、混流泵出水管上，可广泛用于电力、冶金、石化、水利、市政、环保等行业及排水系统，是当今及排水行业内结构最新颖、性能最先进、运行最可靠的水泵控制阀的最先进的新产品。